燕俊，燕俊，帅小伙儿，胖虎啊，给你驱虫啊！来，燕俊吹口琴，好的好的，我来给胖虎驱虫来了。来，把这个外驱的拿出来。往下压，这一压就可以了。将这个挤在胖虎的脖颈处，来，小虎虎，哎呀，我还得先得安抚安抚你，先给你挠挠，就把毛毛又挠挠就分开了啊。胖虎的毛太厚了啊，就是仅次于长毛猫了，毛发特别厚，是吧？啥眼神瞅我？我先别过来啊，别离胖虎太近，你又打不过胖虎，胖虎翻脸不认猫啊，吃呢了，吃呢了，那我就给你，关键这毛太厚了，到现在我还没分开呢。来，这咋的？没开呀？这没压开呀？浪费我和胖虎的感情了。哎呀，这才开，刚才没压到底。哎，好嘞，胖虎。真家伙，咱俩这个演技也不行啊！你也陶醉配合了半天，哎，快过来，胖虎，比比划划挤了半天，结果口没开。过来，胖虎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没事儿。好嘞，杨俊去了。好了，挤完了胖虎啊，胖虎不愿意了。我为你服务，你还不愿意了？来，俊俊，你瞅，我一喊杨俊，杨俊还哎呀，你真是快进化成半兽人了。胖虎没事啊，没事，胖虎啊。哎呀，那个药还是有味儿的，有味儿。完了，再加上凉，脖子上一受点刺激，胖虎就觉得我对他实行了什么不好的手段。林俊来，kiss，kiss，哎呀，嘿嘿。偶像，为何表情如此的可爱？我给你们胖虎老爷驱虫啊！当然，老爷不是你们亲老爷。色子现在这个大身板子啊，好大呀，快比这些小母猫身材高大了。咕噜咕噜的，待会儿陪你们玩游戏啊。